嘉明哦，入去的时阵，面也无受伤啊，啊出来哪有受伤？敢嘛是这内底讲笑话？你要解释一下无？你为什么要甲大家温话？你伫个房间内底，其实确实有刚刚做小心发生的事。你当然检测来做亲子鉴定啊！阮家当时有急来买修正液哈，这都是证据。这是小金起笔稿了后开始写的日记。啊，你慢看，我带你看。你来我看哟啊！我赶紧看。这是看到恁姐啊，嫁予车辆，嫌贵太红杯，你都有看哟，要甲伊赶快啊！我就跟你讲我无啊，我写成五百。好啊。你讲我这件代志，这是我的错，我袂相信。我嘛不可能接受，我相信伊哦，绝对无可能给我靠回来啦。啊，无你安怎来？李家亮，老 K， 无经过 K 大的同意，就来冒充，反正我一定没有。这小哥，是我也掉。小金心中刚，以前的衬衫店管学姐，这个学姐做小金的 DNA 反应。所以请你马上到案说明。怎么回事？江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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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灯来处理。